奖。好，请问我们还是要我们预估分数，对不对？这个游戏蛮好，同场加演一下，有人喝苦茶蛮好玩的。我们接到两边来，第一位宣传的张爱雅，哇塞，哇塞，宣传的是《强尼草莓》的专辑。还有什么写真？又到了看工具书的时候了。哦，写真跟一条工具书，抢手货，就是教你怎么摆姿势啊，这种。喜欢可以认购送朋友。认为这是一个吸引目光的方式。对，希望因为现在唱片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景气，所以希望书带动 EP， 这样让大家都知道我有。好，抢手货，响一分钟。好，谢谢。哎呀。欢迎我其他的几位好朋友，欢迎我们非常信任感的谢欣，什么信任感啊？嗨，谢欣，欢迎完全的反感的 T， 反感啊，很有感觉的 Gino， 好，我们这边夏荷西、瑶瑶、白嘉琪、赵小巧，来介绍我们的啊金曲大来宾，欢迎评审罗文聪老师。好，哇，聪哥，聪哥今天哇好吓你哦！今天主题是什么？今天的主题就是当过选秀评审的歌手的歌。哦，哇，那都是很厉害的。选秀歌手很夯哦，而且都是耳熟能详的。比如说陈珊妮，陈珊妮，黄国伦老师，黄国伦，黄国伦，对，还有阿妹，张宇。哎，不会那种，不会出那种王志平老师制作过的。清风有吗？王志平不算是发片歌手，他不算发片，不算，就是反正有出过唱片的，蛮多的，很多。当过发片歌手的评审，现在除了现在哪一个不当评审？对，差不多也都当了。许慧欣、许哲佩，选秀节目太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？国翻台是？今天是国唱国，国唱国容易多了，厉害。还有就冲锋鱼锅啊，来，奶奶队先。前面的五首歌都是一些当过评审，而且本身是歌手的人啊，请派人来抽，会不会都是很冷门的歌啊？不会，不会啦，应该都是很歌。我们刚才随便如数家珍，这么多人。对啊。赵小乔还是瑶瑶？我。白嘉琪。好。都可以。我试试。好来。好，请出列。穿最红的。安吉吉哦。红包少女。最漂亮的女丑了哈。穿首好唱的。来抽一个三颗星来看一下，四颗星。少一点啦，两颗就好了。哎呦！大声音！哇塞！难听，我语言难听，忍不住大声。忍不住大声。这副歌前面我也不会啊。好，大家讨论完之后，记得要把你们的分数评估出来，好不好？四十秒准备。哪个你会多少？我就副歌啊。我语言难听。我指挥好不好？我高中是啊，好哎，好哎，好哎。不是你是。那我第一棒，我第一棒，这种歌我熟。那我二，二好三啊，我们包你，我们包你。那你二，我二，对。你也熟吗？我前面也可以哦。对啊，这首歌很红哎。要谁谁来？那分数要好好写哦。分数。是呀。大家考虑歌声的问题，要考虑歌声。指挥谁？指挥谁？指挥谁？白嘉琪。他说他高中乐队的指挥了。一收考卷，完了，最后写的有点高，让老师去评估哈。我写太高了，你要知道你们的队友分数又落差最大，喝苦茶。可以，就位，就位，指挥就位，就位，我第三了。好，二二，准备，天才金曲奖 ，ready。看我，现在前奏还没，我讲话他没听到。那白嘉琪是对的吗？白嘉琪有上过 KTV 啊。来喽来喽！奶奶队这首一言难尽，到底谁预估的分数差很多，要喝下这超浓苦茶呢？这样子形容一首歌，真的太难猜啦！啊，完蛋了！啊，什么东西？我的歌，好瞎！很多人翻唱，邓丽君唱的。邓丽君唱，她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人跟那一个人。哇，这好难呢，而且太多歌了吧？我只在乎你。最后五秒钟，现在来，各位观众，光靠奶奶队这四个烂提示，您猜出来这是邓丽君的哪一首歌吗？天才冲冲主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对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！天才金曲奖 ，ready。前奏还没，讲话他没听到。
关系，也站过 KTV 啊。来喽，来喽。不要这场景，不要问我结局。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，早就合二为一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想自己和自己分离。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柔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忍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完蛋了，我的妈呀！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根本不会唱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。你这次编到一个极致了，我这首歌我只会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是不是这样唱？不是，这首啦。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。哦，是这样唱啊。你看连这句。你刚刚唱那首歌是唱的很像圣诞老公公。对啦，不是。你们唱的几乎赵小乔还对一点点。我也对吧？前面有对到，指挥从下歌的点就不准，等下让老师来说，他专业。他不准哦。我们看一下这首歌，他说他高中是指挥的，他不准，他高中就指挥了，又指挥了。不是，你们他唱的歌啊，就是跟这歌名一模一样。一言难尽，我很熟。咬牙出来我们就击掌。你们信不信？一起来听金曲，觉得还不错。水瑶。哇，下河西！不要我下得准啊！不要问我结局。可是有转圈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出来，他下转圈是要快，看可以吗？名字太快了。我感觉刚刚有对到，对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。新歌，哪个好陶醉哦？哪个的新歌吗？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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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。好难啊！衡量不出爱和不爱之间的距离。没有他，你说你的心没有，我是要他唱快点，结果你唱太快。哪个蛮抢戏的？哪个？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对呀。白嘉琪也指挥过。真的吗？完蛋了！我的妈呀！隐隐约约中，靠本能在唱。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但其实乃哥在唱的时候，他自己有点尴尬。哇，完全没有拍子。对，对，难，很难，很难。哎呀，我们真的只能靠自己了。请问，要靠本能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也难听？指挥啊，还好啊，我觉得。最起码今天没有什么歌仔戏啊，黄梅调的。就你还算是一首流行歌，他算是流行歌。白嘉琪自己看自己的指挥，你觉得满意吗？我觉得。你敢还敢说你高中当过指挥吗？骗人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有当过指挥啊！我很少看人家指挥下个像这样。不是，因为不一样，这个要分四个人，又不是一个团体合唱，所以我就会用搓的这样。到底是当哪一种？搓到他就是他。用搓的是不是对的呢？来，罗文聪老师。好惨哦，分数高哎！这首歌的难指那个困难的指数才两颗星呢。你怎么会唱成这样呢？滴滴答答，那也要歌手啊，不是？而且也不是什么国翻台或者就是国语唱国语，其实应该很容易吧？没错。来，先讲一下这个嘉琪。是。其实我觉得你下歌点是对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在进歌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塞印，你懂吗？不然的话，他第一个那个小乔是没办法接收到，但当他看到你指的时候，他已经慢。嘉琪，你走。对，你第一拍是对的。三二。你从第四拍就应该要提醒他有个塞印，而不是第一拍就直接。点下去，直接戳我被戳到，然后还要反应，还要三秒，太突然了啦！有三个 KTV 啊，来喽来喽！不要这场景，不要问我结局。而且嘉琪，你的指挥方式哦，
除了手刀，好，还有那个冲锋枪。哦，你那个手刀是砍得很有杀气，然后指的也非常用力。可惜你的队友都接收不到。哦，好了，先讲啊，这小乔，对，小乔第一个音其实慢就慢了。对啊。其实你的声音也是一开始音就不太稳了哈。对，搞不清楚要唱哪里耶，不好意思哦。但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难，是因为大概都一个人唱了两句，就要换下一个人唱。对。其实它不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，比较不好接了哈。老师认真好。不好接。然后呢，瑶瑶也很认真哈，但是呢，你为什么要拿你的歌谱去挡住指挥的脸呢？因为我要认真的看，然后你知道他的那个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话会挡到他的视线。其实他已经跟纸很用力的，但是你会，所以他才要用力。拿得太上面，所以穿透那一张纸。对对对。他觉得你没有在看他。对。他就只是更用力。他乱指是，你现在不想看就对了。没有，他想看哦。接下来要讲哪歌了？哎，怎么样？要非常的郑重，你真的真的非常重视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敢讲你不好，因为你会翻脸。哎呦，老师，你想过分了。你来上这边，你问一下那个许常德，我翻他两根翻你的脸，你翻的算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对我比较宽容一点，对啊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我接下来开始讲了，奶哥今天表现真的是很不错，除了音准太准，开始不太稳之外，其余都很。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可取之处？有感情。我觉得他每次最强的就是台风。对，很有稳线，就算我知道，而且他会对着观众不觉得我唱错，对，明明歌不熟还可以，还可以讲得好像不会唱。观众听到说我唱错，看表现都觉得我没唱错，对，不是，不是，而且我觉得哪个很厉害，那尾音都可以看到镜头，我们看歌词都来不及，而且我都是对着观众唱，我都是哪里该下歌，哪里该结束，我都对，可是中间都乱。早就合二为一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想自己和自己分离。好了，最后这个，哎，我觉得你接得不错。哎呦，第四把小乔，说什么？你知道要在哪个后面接？哎，哪个接给丢给他的时候，其实哪个到头，他刚刚已经讲清楚了。罗老师喜欢你啊！哎呦，不是他头，你看他刚哪个人讲过，他前面跟后面都接得很好，他只是中间乱而已。对啊，所以后面要接他的其实很容易可以接得。他有拉回来。是不是？嗯，我知道哪里，我是哪里结束就是哪里结束。好，我了解。不会拖拍的。对，但讲了这么多哈，不一定会反映在那个分数上。完蛋了。好，刚才每个人预估分数大概是多少？一个一个诚实的报上来。夏可西，77，77，太高了吧？你好自信。磊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只要不喝到就好了。我现在不管他唱的好不好，我一定把分数弄在中间。72。不会，我觉得罗老师人很好，不可能给太低。聪明，瑶瑶，瑶瑶评估的预估分数是？那我死了，我写80。哇！哎，之前不想说什么80。那个苦茶没事了，我高低都可以，你大概可以喝定了。苦茶准备。哎，这国歌哎，拜托。我70，我最保守。太好了，我已经不输了。70，我已经不输了。聪明，真厉害。还有我。你。瑶瑶，我陪你喝一半。我有80。啊，飞过了，飞过。有自信呢。哎，没有，干嘛喝一半？有两杯啊。来，评审准备，现在目前最被看好的就是瑶瑶跟琪琪了。哎呦，来，宽容一点吧。评审，请按钮给分。哎呦，这样很惨。88，最多70，最多了。罗老师人这么好，太快了，已经停了。68，68。啊，已经在60。80，69。啊，62，62。你的心跳怎么那么快啊，老师？两个猜80的，哪来的自信？两个请出列。80分。瑶瑶请出列。他们想说两颗星啊。哇塞，想喝啊！两颗是80分不为过吧？这也太大杯了吧！齐瑶二人组，齐齐瑶瑶，来请干杯。齐瑶，哦，都摇的可齐了，干杯！冬天喝这个会不会太冷？边齐边摇，来喝。阿琳娜，琳娜，一口一口一口。用干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慢喝，越慢喝越难过，相信我。越慢喝越难过，就是不要去闻，一口气干掉，不要经过你的味觉，一路从对对，一直灌，经过喉咙一直灌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表现得很好。掌声给他鼓励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非常好啊，超苦了！哎，我们那个酸梅糖有没有酸梅糖？哎，很苦哎。看来这个单元其实以后唱是其次，写那个预估的分数才是重点。真的，两边攻守交换。好，马上攻守交换啊！我们不妙了。两颗星被他们抽走，随便我们也抽三颗星以上。哎呀，你们强啊！但是我们才60几分啊，是没错。因为我光是队长就已经输一半了，然后又有瑶瑶，哇，哪个最好？我刚才很稳，好不好？瑶瑶还好，我刚才稳稳的吧？好稳。瑶瑶比那个李毅好多了。
还是冲？我们先抽好了啦，女生的，张雅，张雅，张雅，刚发片，你在你走路吗？展现一下个人的特质，好看一点，好看一点。马步吗？跳个两下。现在就马装马步，肤色白的跟鬼一样。握，抽一个，哇塞，不要超过四颗星的好不好？拜托，超过四颗星打。好吧，就他。什么？所以，他们人这么多，你抽个个也要一分钟啊？这么一分钟啊？他三个，还要秀一下。还不错啦，那就算国歌啦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真值很慢。讨论四十秒，来，有超过九十分熟的举手，两个、三个。哇，那我们三个找一个，我指挥好了。好，你指挥，我来指挥。整个指挥啊！你们谁第一棒？你第一棒。我第二。那我第三，放中间。你第三，我二手。反拍镜，最后面一起的时候，最后面一起说，反正最后一句话，我找机会一起合唱。是哦，我会 cue 大家一起合唱。你前面有预备拍哦。有。哪个？陈哥是向着反拍。要 cue 我们啊？对，反拍镜。OK。来，现在预估分数，我们应该都在七十分以上，应该没问题。来，谁写低于七十分的，我就扁谁。我跟你讲，那首要飙高音哎。飙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最怕这一步。要给别人看到分数啊！写好了给我。写好了。交单。来，谁指挥？陈哥。你指挥。我来指挥。我来。老师，请了。就位啊！好好学习一下。来了，准备了。天才金曲奖 ，Ready Go。我和你呀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一部分的自己。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意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为着是要彼此呼吸，越靠越近。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证明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风险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。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唱。好，来了，只在这一刻的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。你满意吗？我们都别说话。哇，嚣张哎，这个合音好厉害呀！嚣张，你们做到了，谢谢。干什么？录完了吗？结束了吗？先庆功，先庆功。啊，太有自信了，不好意思。真的，他指挥那么开心。真的，我自己都觉得还不错。不错，不要自己讲。有时候我会讲，你们真的好，我有哪一次说真的不好？可每次我们不好，你就说的特别大声。不好就会讲啊。那我也没有，所以你也没有很不好啊，我也没有说很大声啊。他曾经嫌恶到说：“天哪，这单元怎么这么难听的啦？”好直白哦。让我讲难听就真的难听，谢欣。五音不全，没有一个 pitch 是准的。你不是音乐老师吗？我不准哦，唱歌真的好难听。我觉得我很准呢。你留音的嘛，对不是吗？是啊。对啊，留什么？留音乐系，主修钢琴，副修长笛。那为什么你音那么不准？一直被你的音乐拉掉。这个很难。留音蛮难的。难啊！但我拍子很准吧？Gino算准，对不对？Gino算准，歌很厉害。哦，那我们来听听啊，好不好？是怎么样的？离谱啊！金曲离谱吗？我和你呀，存在一种危险关系。怎么都不准呢？彼此挟持着一部分的自己。你可爱。
本以为这我打开自己这个猪八戒，吓自己消亡棋，杀住杀住。歌词唱错了，好高啊！你不对，但是都不对啊，太高了，对，很难的。好，越来越好了，高八度了。拍子慢，可惜哦，又变准。越靠越近，哇，好有 feel 哦！但你的温柔非常好 hit 的，最好的一句。我也觉得很棒哎。你爱我的就不怕把自己逼死，你干嘛逼死自己啊？在我心上用力的爱，都慢，都慢。我好想真的开一枪。让一切归零在这，还不错。这一段真有点折磨人了。哎，这个音准了，准了。有准的，没准的，有准的。很多慢有没有？没错，没看出，没看出。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体拍真准哎。厉害不厉害？听听我们评审怎么讲评。来，罗文聪老师。好，我来讲一下这一组哈。这一组说起来功过都有了，但是先讲一下这个指挥。哎，陈哥，你真的是经验很丰富哎。怎么说？如果让你当指挥的话，就这个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啦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也发现了这一点了。来，我先讲一下原因是什么。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哎。原因是什么？第一，没打鼓，而且它是只有吉他伴奏，还有跟弦乐，所以这个速度感跟那个节奏感不是很好人，根本很难抓。另外一个点，这个是反拍劲歌。哦哟，反拍劲歌的话更难了。正拍是一般人会他真的知道这首歌，他真的知道。那我先讲一下哈，这个指挥方面，我觉得啊。对，把整个稳住的军心很不错哈。然后先讲到前面这两棒，这个谢欣跟这个 Gino 哈，你们两个反拍劲歌都抓得非常不错，虽然并不是很准，但起码节奏是有抓到的哈。这两个这个节奏很好。可不可以讲一下 pitch？ 谢谢。pitch 的话当然不稳啊，不是很好啊，但是真的是拍子非常好。来，哥就在冒烟了。可不可以讲一下 pitch？ 有讲啊，要风度难的。那你讲一下水平好了。哎，什么话？我们不能提醒评审，该讲都要讲啊，要搭配这个表情就见。对，可不可以讲一下？不要讲，很怕他不讲，对，很怕评审不讲，太担心了，不讲好。我们多尊重评审，坏的，真的不准。一直在听评审什么什么。OK， 评审继续。评审继续。好，来抓进去哦。来第三棒这个 Kid 哈，我真的觉得前面刚你刚进歌时，我真的被你吓到了。嚯，你那种人妖式的唱法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但我后面有收，而且你看前面两棒这个反拍都进得很好，只有你会抢拍，正拍就给他进了啊！从你这边就有个不好的开始。年轻的男人都比较心急，彼此挟持这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意义。然后就影响到第四棒的这个艾雅也是一样啊，你们也是。然后呢，你刚刚还有一个假音，根本没那么高，你冲得更过头了，那边都把分数拉了一些下来。哎呀，对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风险。但是还好，后面你们有一些地方表现得很不错。但当然，最好，我觉得分数加的最好了。本来是想要差不多是这个分数了，最后还提升了一点，就是四个一起来一个完美的结束，一起来那个结束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我们都别说话。这个默契教的好，队长，谢谢队长，谢谢，太棒了，谢谢小哥，谢谢老师，分数已经不重要了，谢谢队长，谢谢老师，看谁喝比较重要，好不好？来，预估每个人的分数哈，来，现在来报，谢欣75 ，Gino 70 73哇，他们都好我看不起你，那我完了，81你这么爱喝啊？对啊，所以大家很有信心啊。我觉得这首歌有78，对，你这个81有可能。我觉得哪个那一招是对的，我72，72是两个。
没有，雨果他七十，我七十五，我七十五，有七十啊，那就要很高，我才不能喝，不然我喝定了。最高的是哎呀，最低的是 Gino， 最低的是 Gino， 对，我们昨天三个都没事，来，对呀，按钮给分。拜托你就，我觉得是七十八，不是 Gino 就是那个小七十六，我觉得会是 Gino， 该停了，该停了，觉得是 Gino， 高一点，八以上，不要，不要，哎呀，不要，高一点，高一点 ，Too over， 高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七十八，哎呦，好准，不是，奶哥你好厉害哦，七十八，神算呢，预测是今天要准哦 ，Gino，Gino，Gino， 我搞错游戏规则，不是超过的喝啊。没有，离最接近的，离最远的，最远。哎，你 K1 呢？怕什么？你没事，今天后来唱那么好干嘛？哎，我本来就是因为你才打七十。好快喝啦！扭扭捏捏，真的很可爱。白嘉琪，一口气喝掉，一口气不要稳，好弱你，不要停，赶快把它吞下去。哎呦，超苦。那么好喝，再一遍，快！不不不不不不，六十二七十八。恭喜陈振最后胜！